下来到的地方呢，非常的宁静舒适。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的台北市立图书馆。我来图书馆干嘛？我来到的就是我们 Java 的旗舰店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访问到的是我们的赖经理。赖经理好。那刚刚我进来啊，发现你们有放一个比较优雅的音乐。那而且你们的建筑啊，其实它有一个，我不知道说不起来是什么样的特色，是不是从英国那边带过？其实我们嘉华的这个展示间呢，就是依照我们英国的这个 CI 来去做建构跟设计的，对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个一个气氛，大概就是配了融合了很多的木质的感觉，对对对，然后屋顶是我们传统非常经典的英国的一个赛车的一个绿色，这个现场的一只要劲的豹呢，它是搭配在这个木饰板上面，对，原本这整块都是原木，对，但是21世纪是用黑色还有这个亮的银色的一个装点，凸显出我们21世纪的一个工艺的一个科技感的造型。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是非常有科技感，就是有一个很现代的感觉？一圆弧形的墙代表我们什么意义吗 ？OK， 这面墙的一个搭设是刚好配合我们全新 XJ 的一个上市发表所特别建构的一面墙，就是特别为这些新上市的车设计了这面墙。是，这面墙你可以看到它也。我们刚刚强调的一个黑色的一个素材，搭配诸葛亮的要件包的一个喜爱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透过这个电视来去做一些影片的播放，让我们来到展示间的客人可以了解更多的一个细节。是，那除此之外呢，这块区域是对，这边是在卖瓦楞纸吗？云彩纸啊，瓦楞纸。OK， 其实这边你看到的，虽然它的色泽看起来像瓦楞纸，但是它其实都是英国原厂手工打造的一个真品。对，它摸起来就是皮，我刚刚有摸过。对，就是我们采用一个顶级的一个真皮。那放在这边做展示的目的，就是提供我们的车主他在做选购的时候，可以实地的去感觉一下、触摸一下他所订购的一个配件会长出什么样的一样。所以他们可以客制化吗？对，就是我想要这个颜色配上这个皮呀、啊，或者是怎么样的色调，对，是可以客制化的。是，原厂呢提供非常丰富的一个客制化的一个选项给我们的车主。那上面看到的是车色的部分，那下面看到的是内装件的一个皮的部分，那还有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手工的一个木饰板。哦。对。那包括有镜面处理的，甚至有内嵌白杨木饰，然后这样的一个顶级的一个质感，那也有比较彰显科技感的一个卡缝碳纤维的一个设计，客人都可以拿到。客人都可以在这边直接感受，然后就是看他们想，不小心拆台了，他们想要哪一种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赖经理不好意思，我比较喜欢的是酒红色，然后大家注意啊，我喜欢酒红色。大家好，大家知道现在我在哪里吗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耶，可是我觉得这边很宁静，很适合读什么呢？很适合读文学小说，不是一般的言情小说，好不好？是像莎士比亚那样的文学小说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边非常的英国风，很有贵族的感觉？所以我们要马上来问一下赖经理，这边到底是哪里？对，那请问一下赖经理，我们现在的地方是在？ Okay, 这边是南港路，南港路几段？二段吗？这边是我们的嘉华城市间的一个维修区，提供我们车主在他的车子围场做维修保养的时候，可以在这边安安静静的、轻轻松松的来做一个休息的工作。难怪这非常宁静，而且还有很多的报章杂志，然后也有那个茶水的地方，客户都可以自取吗？还是需要投币？哦，不需要。Java 的精品柜，对不对？里面有什么呢？里面有 OK， 我们里面有很多 Java 专属的一些精品，比方说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钥匙圈，还有马克杯，还有可爱的赛道小熊，那还有我们Java 的一个香水车上的香水吗？或者家里都可以，都可以用。对对对对。
所以这边就是我们 Java 的精品柜，也在我们的客桌区，可以让客人啊在等待维修的时候也可以选购。那不知道赖经理有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读者一个小小的赠品呢？经过刚刚的介绍，没有是不是？经过刚刚的介绍之后呢，希望我们读者都能够很喜欢我们香港粉丝街的感觉。那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有需要可以进来这边做一个参观。那我想趁这个机会，我们提供一下，我们有一个嘉华的专属的一个马克杯。马克杯。对，希望让我们喜欢嘉华的朋友们能够享用。马克杯应该就是这个吧？是，对。所以喜欢 Java 的朋友赶快看到 Java 的影片什么也要投我们 Java 一票哦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 Java 的马克杯哦，不是盗版的哦，在这边看到的哦。